事物。了解一件事物之前，先去调查和研究。事物。了解一件事物之前，先去调查和研究。We must investigate and study a thing before we know about it. 事物。了解一件事物之前，先去调查和研究。